论语 PG 一，论语，学而，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先已，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子曰：“巧言吝啬先以仁。”岑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曰：“道千乘之国境，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情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无必谓之学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岑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方也，必闻其政，求之与义，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与？”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子曰：“礼之用，何谓贵先望之道思位？每小待由之有所不行之何，而何不以礼节之义不可行也？”有子曰：“信敬于一言可复也，恭敬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次也，始可与言师矣，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为政，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曰：“道之以正，其之矣。行明勉而无耻，道之以德，其之以礼，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PG 二，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懿子问孝子曰：“吾为樊迟。”欲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吾为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未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尽，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老有九十。”先生传曾是以为孝乎？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退而审其思，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子曰：“是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搜哉？人焉搜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恭乎！异端思害也已。子曰：犹会与知之乎？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是知也。子张学干怒。子曰：多闻缺于慎言其愚则寡由，多见却待慎行其愚则寡诲言，寡由行寡诲路在其中矣。哀公问曰：何谓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为孝有余，兄弟师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翼，小车无辙，其何以行之哉？子张问时事可知也。子曰：因因于下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因礼所损益可知也，其祸计周者虽百事可知也。子曰：非其诲而计之产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义八义，孔子谓季氏八义：五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为辟公，天子穆穆西取于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临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义也宁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季氏礼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子曰：君子摩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身下而以其争也。君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子曰：会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与者伤也，始可与言师已矣。子曰：下礼无能言之，其不 ？PG 三。足贞也，因礼无能言之。宋不足贞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贞之矣。子曰：弟自既冠而往者，无不欲观之矣。或问帝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指其长既如在，既神如神在。子曰：无不与既如不既。王孙贾问曰：与其昧于傲，淫昧于躁，何谓也？子曰：不然，或罪于天魔所导也。子曰：周奸于二代欲欲乎？文哉无从周。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周人之子之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子曰：舍不主皮味，力不同科骨之道也。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子曰：次也，尔爱其阳，我爱其礼。子曰：是君敬礼仁矣，未产也。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子曰：观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哀公问射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阴人，以亳州人，以利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臣事不说，遂事不见计，往不咎。
子曰：管仲之气小哉！或曰：管仲简乎？曰：管氏有三规，官氏不赦焉得简然，则管仲之礼乎？曰：方君数塞门，管氏亦数塞门，方君为两君之好，有反殿管氏，亦有反殿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子与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息如也，从之纯如也，角如也，亦如也，以臣宜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无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初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以天将以夫子为物夺，子为韶尽美，以幼尽善也，为吾尽美，以为尽善也。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礼仁，礼仁。子曰：礼仁为美，则不处人焉得之？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人者安人之者利人。子曰：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至于仁以无恶也。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我未见好人者恶不仁者，好人者无以上之恶不仁者，其为人以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以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以我未之见也。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官过私之人矣。子曰：朝闻道。 PG 四，系死可矣。子曰：是至于道而耻恶一恶食者，未足与义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事也，无莫也，义之与彼。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曰：不患无未患，所以利不患莫己之求未可知也。子曰：参乎无道亦以贯之。岑子曰：为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岑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子曰：是父母己见，见志不从，又进不为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攻之不逮也。子曰：以曰失之者先矣。子曰：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子游曰：事君数思辱矣，朋友数思疏矣。公也长，公也长。子谓公也长，可欺也，虽在雷邑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欺之。子谓难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行路，以其凶之，子欺之。子谓子见君子哉，若人辱无君子者，思焉取思。子贡问曰：次也何如？子曰：女气也。曰：何气也？曰：胡脸也，
或曰拥野人而不宁子曰焉用宁欲人以口给吕曾于人不知其人焉用宁子使妻雕开是对曰无私知未能信子说子曰道不行沉浮浮于海从我者其有与子路闻之喜子曰有也好勇过我魔所取材孟母伯问子路人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千乘之国可使至其父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世之一百乘之家可使谓之改也不知其人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人也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乐对曰次也何敢忘回回也闻亦已知十次也闻亦已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载与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与女与何诸子曰使无余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无余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与女与改事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生臣子曰臣也欲焉得刚子贡曰我不欲人 PG 五知家诸我也无意欲无家诸人子曰次也非尔所及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为恐有闻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闻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闻也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会其食民也义子曰晏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早酌何如其之也子张问曰令尹子闻三世未令尹无喜色三以之无运色就令尹之正必以告心令尹何如子曰中以曰人以呼曰未知焉的人崔子是其君臣闻子有马时甚气而为之至于他邦则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之一邦则又曰由吾大夫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亲以曰人以呼曰未知焉的人既闻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在思可矣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之邦无道则于其知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子在臣曰归与归与无党之小子狂简斐然臣章不知所以才知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事用兮子曰孰谓为生高直或起兮焉起诸其邻而与之子曰巧言令色足公左明耻之一尺之逆怨而有其人左明尺之一尺之言曰记录是子曰何各言而至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言曰曰愿无乏善无失老子路曰愿闻子之至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子曰时事之义必有忠信如者焉不如之好学也庸也庸也子曰庸也可食难免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俭仲弓曰居尽而行俭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俭而行俭无乃大简乎子曰庸之言然
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信短命，死已经也，则王位闻好学者也。子华始于其冉，子谓其母请诉，子曰：与之父请亦曰：与之与冉，子与之诉五柄，子曰：是知是其也。臣肥马衣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疾不计父。元思谓之宰，与之诉九百辞，子曰：吾以与尔邻里相当乎？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心且狡，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PG 六意义。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有也。我于从政乎？何有？曰：次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次也。答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亦于从政乎？何有？既是使闵子骞谓被宰，闵子骞曰：善谓我辞焉，如有负我者，则无必再问上矣。伯牛有疾，子问之，自有执其手曰：王之命以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理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金与化。子谓子夏曰：女谓君子如，吾谓小人如。子由谓武臣凯，子曰：女的人焉耳？呼曰：有。但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眼之事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敬也。子曰：不有助陀之应，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事矣。子曰：谁能出不由故？何我由斯道也。子曰：执慎文则也，文慎执则使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曰：人之身也，执往之身也，信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也。樊迟问之，子曰：物明之亦敬鬼神而远之，可谓之以问人曰：人者先难而后或可谓人矣。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子曰：其一便至于鲁，鲁一便至于道。子曰：孤不孤，孤哉孤哉。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谨有人焉，其从之也。子曰：何谓其然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往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曰：知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子见男子，子路不说夫子，使之曰：与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志以乎明先久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人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胜乎尧舜其由。并诸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矣。述而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朋。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子曰：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文义，不能喜不善，不能改世无忧也。子之厌居生生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盛以无衰也，久以无不。 PG 七。复梦见周公，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义。子曰：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会焉。子曰：不愤不起步，匪不发举，一于不以三于反，则不复也。子时于有丧者之策，未尝保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抱朴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与也，必也邻。事而具好谋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益，谓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子之所胜斋战疾。子在其文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冉有曰：夫子谓为君乎？子贡曰：若吾将问之。路曰：伯夷，叔其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人。又贺怨出？曰：夫子不谓也。子曰：饭疏食饮水，屈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曰：家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直，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兮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于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不敏以求之者也。子不与怪力乱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得与与环追，其如与何？子曰：二三。子以我谓隐乎无，无隐乎尔，无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子以四交文行中信。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以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无不得而见之，以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王而未有虚而未盈，曰：而未太难乎有恒矣。子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谟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互相难与言同，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贺圣人且己以进与其邪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臣斯拜问昭公之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一乌马骑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吾，未同姓。谓之吾。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乌马骑以告子曰：野性苟有过人，必知之。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曰：文墨无由人也，躬行君子则无谓之有德。子曰：若胜与人，则无其感意，谓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以躬西华曰：正为弟子不能学也。子疾病，子路请导。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累曰：导尔于上下神。 PG 八。指子曰：之导久矣。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泰伯，泰伯。子曰：泰伯岂可谓至德也？以以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矫。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人，故旧不移则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与足，起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无之免夫小子。曾子有疾梦境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谓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暴慢，以正颜色，思静性，以出辞气，思远必备，以鞭斗之，是则有思存。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孝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曾子曰：是不可以不弘一任，众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义，众乎死而后已不义远乎？子曰：心于失，利于礼，诚于乐。子曰：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及平乱也，人而不仁及之以胜乱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令其余不足观也。义。子曰：三年学不至于古不义的也。子曰：笃信好学，守慈善道，为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子曰：失智之使官居之乱洋洋，呼迎而哉？子曰：狂而不直，动而不怨，空空而不信，无不知之矣。子曰：学如不及，有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与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民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舜有成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禹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计于斯谓舜有妇人焉，九人而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子曰：与吾无见然以非矣。时而至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至美乎服冕，卑躬视而尽力乎沟绪，与吾无见然矣。子罕 PG 九。子罕，子罕言厉与命与人。答向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摩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贺直直欲乎直射乎吾直欲矣。子曰：马冕礼也经也，纯简无从众拜下；礼也经拜乎上太也，虽为众无从下。子绝似无义无必无故无我。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与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
乎吾少也见不多能鄙视居子多乎哉不多也。劳曰子云吾不是故意。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知也有鄙夫问。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结焉。子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徒吾以一夫。子见其衰者免衣裳者与古者见。知虽少必作过之必趋。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乎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矣。文曰我以礼欲罢不能季节无才如有所立卓耳虽欲从之莫有也矣。子疾病子路使门人未成病坚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成而未有成无谁欺欺天乎且与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与纵不得。大葬与死于道路乎。子贡曰有美玉于斯运毒而藏诸求善假而孤诸子曰孤之哉孤之哉我呆假者也。子欲居久矣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谓反汝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曰出则是公亲入则是父兄丧事不敢不免不畏久困何有于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无畏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未山未成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尽无往也。子曰与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习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思亦不足畏也矣。子曰法与之言能无从乎改之。谓贵训与之言能无说乎亦之为贵说而不亦从而不改于莫如之何也矣。子曰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何者利而不耻者其有也与不至。PG 十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送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岁寒然后知松剥之后凋也。子曰知者不惑人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全堂弟之华偏其反而起。不尔思事事远而子曰未知思也夫何远之有。乡党乡党孔子于乡党循循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为景耳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君在敌气如也与与如也君照使病色薄如也足气如也衣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单如也趋近亦如也兵退避复命曰兵不顾矣入宫门鞠躬如也如不容力不中门行不履欲过位色薄如也足气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设其身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习者出将一等逞颜色以仪如也眉皆趋近亦如也复其位敌气如也直归鞠躬
如也如不甚上如衣下如受薄如战色足素素如有徐想礼有容色思敌于于如也。君子不以干邹氏红子不以为谢服当属枕指细臂表而出之姿衣高球素衣泥球黄衣狐球蟹球长短右内臂有情衣长一身有半狐合之。后以居去丧魔所不配卑为长臂杀之高球玄关不以吊及月臂朝服而朝。其臂有名衣不其臂便时居臂千座。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食意而合于美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歌不振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食甚食气为酒无量不及乱孤酒是腐不食不彻僵食不多食忌于公不素肉忌肉不出三日。初三日不食之以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忌避其如也。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仗者出私出以乡人罗朝。伏而立于坐阶。问人于他邦在拜而送之康子馈要拜而受之曰未达不敢尝。旧坟子退朝曰商人乎不问马。君次食必正其先尝之君次心必熟而见之君次身必处之事食于君君既先犯及君事之东守家朝服托身君。命诏不似驾行矣。入太庙每事问。朋友死魔所归曰与我并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请不失居不容见其衰者虽瑕必便见免者与骨者虽谢必以貌凶福者是之是复返者有胜传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身车必 PG 十一正立直随车中部内部不及言不轻止。色思举以降而后即曰山梁辞至十灾十灾子路共之三秀而坐。先进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也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无从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敏子谦冉伯牛仲公言语改我子贡正是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无言我所。不说。子曰孝哉敏子谦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父白归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言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以今也则亡。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礼也死有关而无果无不徒刑以为之果以无从大夫之后不可徒刑也。颜渊死子曰一天。丧与天丧与。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以曰有痛乎非夫人之为痛而谁谓。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与由父也与不得是由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记录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敏子是策盈盈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鲁人未尝服敏子谦曰人旧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重。
子曰有之色。昔谓于之门门人不进子路，子曰有也，深堂以未入于是也。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悦与，子曰过犹不及。既是父于周公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义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名古而攻之可也。柴也于餐也，鲁师也辟有也，晏子曰回也，其数乎吕空次不受命而获职焉，亦则吕中。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见计亦不入于是，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子路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思行之冉有，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公西华，曰有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文思行诸，子曰文思行之赤也，或敢问，子曰求也，退不进之，有也坚人故退之。子谓于匡言冤后，子曰吾以女未死以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谓义之，问曾有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PG 十二，可则指今有与求也，可谓俱臣以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是父与君亦不从也。子路使子高位被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未学，子曰是故恶夫宁者。子路曾昔冉有公西华事作子曰以无一日常乎，而无无以也居，则曰不无之也，如获之耳则何以哉。子路率耳而对曰千乘之国社乎，大国之兼家之以师，吕应之以饥谨有也，谓之比及三年可食有勇且之方也。夫子审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谓之比及三年可使足名如其礼乐以四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张府愿为小香烟点而何如，古色西坑而舍色而作，对曰一乎三子者之传，子曰何商乎，一个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继承官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移风乎舞于勇而归，夫子愧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层西后层昔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以以曰夫子何审有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为求则非邦也。与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为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谓之小孰能为之大。颜渊颜渊，颜渊问人，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示思语矣。仲弓问人，子曰出门如见大兵，食民如臣大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庸虽不敏，请示思语矣。司马牛问人，子曰仁者其言也。任曰其言也。任思谓之仁矣乎，子曰谓之难言之德无任乎。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思谓之君子以乎，子曰内审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王子夏。”曰：“商闻之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张问明子曰：“敬论之，赠夫受之素不行焉，可谓明也；以敬论之，赠夫受之素不行焉，可谓远也。”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PG 十三，信之以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时自古皆有，此民无信不立。”及子臣曰：“君子直而已矣，何以闻？”谓子贡曰：“习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四不及舌闻由直也，直由文也，虎豹之阔，有犬羊之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彻乎？”曰：“二无由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属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属与足。”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喜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或也。臣不以复义之以义。”其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素无德而食诸。”子曰：“片言可以折欲者，其有也与？”子路无素诺。子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曰：知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也。”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直直而好，一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宜，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凡持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崇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是后的，非崇德与公，其恶无公人知恶，非修特与一朝之愤望其身，以及其亲非或与。”樊迟问人。子曰：“爱人。”问之。子曰：“知人。”樊迟未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下曰：“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之。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下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有。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如焉。”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路，子路 PG 十四。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义。”曰：“无倦。”
众公谓季氏，乃问郑子曰：“先有司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曰：“为君呆子而为郑子将息。”先子曰：“必也正明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于也奚其正？”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心，礼乐不心则刑罚不忠，刑罚不忠则民我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我所苟而已矣。”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卫普曰：“吾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明，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明，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明，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负其子而至以焉用稼子。”曰：“宋师三百受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一息以为。”子曰：“其身政不令而行，其身不政虽令不从。”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子谓卫公：“子今善居士，使有曰苟何以少有？曰苟玩矣。富有曰苟美矣。”子是谓冉。有仆子曰：“树以哉，冉有曰：“既树以幼贺家焉。”曰：“父之曰：“既父以幼贺家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悦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以成灾，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是而后人。”子曰：“苟正其身以愚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正。”子曰：“其事也如有正，虽不无以无其与闻之。”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亦如之？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人之言曰：与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与为也，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为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叶公问郑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子夏谓举父宰问郑子曰：“吾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孔子曰：“吾党之执者，亦于是。父谓子隐，子谓父隐，执在其中矣。”樊迟问仁子曰：“居好公执事，尽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事矣。”子曰：“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义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 PG 十五。坑坑然小人哉，亦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伊豆烧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忠行而与之弊也，狂倦乎？狂者进取，倦者有所不畏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一善夫不恒，其德或成之修？”子曰：“不战而已矣。”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知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知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曰：“君子义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曰：“刚毅不讷近人。”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是矣。子曰：“窃窃私私，以夷如也。”可谓是以朋友窃窃私思兄弟夷夷。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及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士未弃之。”宪问，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古邦无道，古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人矣。”子曰：“可以为难以人，则无不知也。”子曰：“是而怀居不足以为是矣。”子曰：“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无道为行言孙。”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宫氏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周惧，不得其死，然与季公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氏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爱之能勿劳乎中焉，能勿惠乎？”子曰：“未命必成草，创之士书讨论之行人，子与修士之东礼，子产论色之。”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博士便宜三百，饭书十枚，耻无怨言。子曰：“贫而无怨，难复而无骄易。”子曰：“孟公绰谓赵未老，则忧不可以为朋薛大夫。”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之公绰之不欲，辩庄子之勇冉求之义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私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贫身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子问公叔文。子于公名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名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子曰：“臧武仲。” PG 十六。以防求魏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晋文公绝而不正，其桓公正而不绝。”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赵乎死之，管仲不死，曰为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人，如其人。”子贡曰：“管仲非人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明道，于今受其赐，为管仲无其被法佐任以其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今于钩毒而莫知之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尊与文子同生，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子言为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息而不丧。”孔子曰：“仲叔与至宾客住陀至宗庙，王孙贾至君旅，夫如是息其丧。”子曰：“其言之不作，则谓之也难。”
臣臣子是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臣恒视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徐伯欲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谓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贡方仁。子曰：“次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义，义先觉者是贤乎？”为身母谓孔子曰：“何为是妻？”妻者与吾乃未命乎？孔子曰：“非敢未命也，即故也。”子曰：“既不称其利，称其德也。”或曰：“以德报。”愿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之我者，其天乎？”公伯僚素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或至于公伯僚，无力犹能似诸事。”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子曰：“贤者辟事，其次辟德，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欺人矣。”子路宿于石门。城门曰：“昔自子路曰：‘自恐事。’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矣。’”子系庆于未有何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及庆乎季而曰：“彼哉！坑坑乎莫己之也。斯已而已，以深则利，浅则竭。” PG 十七。子曰：“果哉！莫之难矣。”子张曰：“书云高宗亮因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轰百官总己矣，听于种宰三年。”子曰：“上好礼，则民一时也。”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静。”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病诸元攘夷。四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庶，焉老而不此事为贼以杖后其境。”却党童子将病或问之曰：“义者与？”子曰：“吾见其君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卫灵公，卫灵公，卫灵公问臣于孔子。孔子对曰：“祖窦之事则常闻之，以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在臣绝粮从者并莫能。”新子路运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次也。女以与未多学而识之者？”女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与义以贯之。子曰：“由之得者先矣。”子曰：“无位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谓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张问行子曰：言中性行笃敬，虽蛮莫之方行以言不中性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余则见其以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子曰：直哉，始于邦有道，如始邦无道；如始君子哉，取伯欲邦有道，则是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之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至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方也是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人者。颜渊问魏邦，子曰：行夏之时，成阴之路，福州之年乐，则少五放正身远，宁人正身迎，宁人待。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曰：以乎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妾位者与之流，夏惠之贤而不与利也。子曰：公自厚而薄，则于人则远远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无莫如之何也矣。矣。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亦好行小惠难以哉？子曰：君子亦以为直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并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即没事而民不称焉。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PG 十八。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以思明也，三代之所以知道而行也。子曰：吾有即使之雀文也，有马者见人臣之今往矣夫。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子曰：无常中，日不食中，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根也，累在其中以学也，禄在其中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子曰：知己之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之人能守之，不庄以利之，则民不敬；知己之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为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子曰：民之愚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导而死者，以未见导人而死者也。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子曰：君子争而不量。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时。子曰：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辞达而已矣。师勉见及皆子曰：皆也及习。子曰：习也皆作。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师勉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不相师之道也。既是，既是。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记录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吾乃尔事过与夫颛臾袭者先望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以事社稷之臣也，何以伐魏冉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人有言曰：臣立就列不能者，只为而不持鞭而不服，则将鞭用笔相以，且而言过以虎四出于峡归，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故而进于废，今不取后事，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及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此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君无贫和无寡，安无亲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知既来之，则安之。今有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无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 PG 十九。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西不失以自大夫出，五世西不失以陪臣执国命，三世西不失以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孔子曰：禄之去公事，五世以政逮于大夫，四世以故夫三桓之子孙为矣。孔子曰：义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矣；有变辟有善，柔有变宁损矣。孔子曰：义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有义，以乐交乐，乐亦由乐厌乐损矣。孔子曰：是于君子有三千言，未及之而言未之，造言及之而不言未之，以未见颜色而言未之故。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无圣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未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无见其人以无闻其语，以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无闻其语义未见其人也。其景公有马千四，死之日民无德而称鞭伯，遗书其恶于首阳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其斯之谓语。臣抗问于伯于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师乎？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文思，二者臣抗退而喜曰：问一得三，文师文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一邦曰寡小君，一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养或养或
杨阔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屯。孔子食其王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与与尔言曰：怀其宝而以其邦可谓人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之乎？曰：“不可。”日月是以岁不我与。孔子曰：“若吾将是矣。”子曰：“信乡近也，习乡远也。”子曰：“为上之与下于不宜。”子之五成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PG 二十，习者也，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眼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公山服扰以废叛赵子欲往，子路不说曰：“莫之也，以何必公山是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企图哉？如有用我者，无其为东周乎？”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人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武，宽则的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佛昔召子欲往，子路曰：“习者有也，闻诸。”夫子曰：“轻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昔以中目判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灵？”不曰：“白乎叶而不滋？”吾岂刨瓜也哉？焉能弃而不食？子曰：“有也。”女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居无与女好人不好学其必也，与好之不好学其必也，当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学夫师？师可以心，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事，复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鱼谓周南，赵南以乎人而不畏周南？赵南其由正强面而立也与？”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中古云乎哉？子曰：“色厉而内忍，辟诸小人其由川鱼之道也与？”子曰：“乡远得之贼也。”子曰：“道听而徒说得之器也。”子曰：“彼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急，今也或世之亡也，古之狂也，似今之狂也。荡古之今也，连今之今也，奋力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先以人。”子曰：“恶子之夺诸也，恶正身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富邦家者。”子曰：“与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卑欲见孔子，孔子辞以及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食之，闻之载我问三年之丧其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古迹眉心古迹深钻碎改，火其可以矣？子曰：“食夫道，衣夫锦，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谓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止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畏也。今与安则谓之载我出。子曰：“与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与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子曰：饱食终日磨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谓之有闲。 PG 二十一。乎矣。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未乱，小人有勇而无义未道。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至者曰次也。亦有恶乎？恶角以为之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节以为直者。子曰：为与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中也矣。为子，为子，为子去之箕子谓之奴婢，甘见而死。孔子曰：应有三人焉。柳下惠谓士师三处人曰：子谓可以去乎？曰：直道而是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其景公呆。孔子曰：若既是，则吾不能以既孟之间呆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其人归与乐季还。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皆于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待而。孔子下欲与之言屈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举节逆偶而跟。孔子过之使子路问经边长举曰：夫执愚者为谁？子路曰：为孔。曰：是鲁。孔与曰：是也。曰：是之。今以问于节逆。节逆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事也，其若从辟事之事哉？忧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武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不与易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丈何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古不分孰？谓夫子执其杖而云。子路拱而立止。子路素杀鸡未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已这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是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挟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一名伯夷叔其于众夷一诸张柳下会少廉。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其与谓柳下会少廉：降志辱身以言中伦，行中虑其思而已。以谓于众夷一隐居放言身中轻，废忠犬我则亦于事无可无不可。大师至是其雅范干事楚三范辽事蔡四范缺事秦古方书入于河波陶武。PG 二十二。入于汉少师杨吉庆相入于海。周公谓武公曰：君子不失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八世伯达伯氏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瓜子张。子张，子张曰：是见为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以矣。子张曰：直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友？焉能为王？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亦乎无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加善而今不能我之大贤与愚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惧人也。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迷是以君子不畏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夏曰博学而笃志，皆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公居四以成其事，君子学以治其道。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易，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一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劝焉，辟诸草木屈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时有促者，其为圣人乎？子夏曰事而忧则学，学而忧则事。子游曰丧志乎？哀而止。子游曰吾有章也，为难能也，然而为人。岑子曰堂堂乎章也，难与并为人矣。岑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亲丧乎？岑子曰吾闻诸夫子梦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事，难能也。孟氏使杨夫为事师问于岑子，岑子曰上师其道名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子贡曰昼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时焉，过也人皆见知，更也人皆仰之。魏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的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贺长师之有？叔孙武叔与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PG 二十三，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辟之功强，赐之强也，及兼窥见世家之好。夫子之强数任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以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吾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灵也，犹可与也，仲尼日月也无德而于焉，人虽欲自觉，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臣子情谓子贡曰子谓公也，仲尼其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夫子之德邦家者，所谓利之思，利道之思，行随之思，来动之思，何其生也，容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尧曰
尧曰：“兹耳顺天之利属在耳公与直其中，四海困穷天路永中顺义以命禹曰：禹小字吕敢用玄武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必减在帝心正宫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宫周有大赖善人士父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与一人警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燕兴灭国际绝世举一民天下之民归心。燕所重名实丧既宽则的重信则名任燕敏则有公公则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以子曰尊吾。每平四恶斯可以从政以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太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思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愿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思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谓之思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悦不戒事臣谓之暴慢令至其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私。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中。